九，到号。十，到号。好，来一次两拳哦。脚尖朝前，前屈脚，由膝盖朝前。四，好，身体转正，身体转正。五，六，七，好，挺胸，坐下来，腰杆打直，挺胸。八。重心拉在后面，重心往后拉，好，转身，直接转就可以了，脚直接转，好，好来，好，继续来，往前走，好，看着社长，看着社长哦，挺胸哦，臀部坐下来，二，三，四。五、六，好，重心往后拉吼。七、九、
十，好了，转身。脚弯曲哦，当你前脚踢的时候，前脚膝盖朝前，脚开始，好了，要前踢哦，一、二，哦，不要站起来哦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了，直接换脚开始。我没有教过回旋踢，对不对？好，直接前脚抓起来就踢回旋踢。猫主力的那个对打动作来，好，前脚直接拉，直接回旋踢，好，喊声，好，尽量踢高，是踢头的哦，脚夹高，然后直接踢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猫主意坐下来，猫主意坐下来，猫主意坐下来，七、八、九，哦，脚夹高再踢哦，十。重心在后面，前面是颠着而已，随时可以抬脚，随时可以抬脚。好，来试试看，来，好，尽量踢高，放轻松。好，放轻松，不然你筋会被拉去。
连续动作试试看来。直接出刀，直接出刀，连续动作。对，暂停情力，暂停情力，身体转而已。转过来，连续动作。对，直接出刀，手护住心窝。刀，刀怎么变成这样？